今天我们再次见面，紧张是今天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分享第一次倒闭最火锅一次的 Weekly Chinese Meeting， 再次给我们的评委一个热烈的掌声。这个产品我讲了无数次，我是很兴奋了的。不过真的站在这舞台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那感觉上真的不一样。来，再次给大家出席一个热烈的掌声。 所以我要接受大家的掌声哦！感谢我们的公司引进这么好的产品。虽然美容产品我试用过无数次，而且以前在旧的平台上，只要新产品出的话，我都是 testimony guinea pig 来的，把这个产品天天让我有惊喜。好，所以等一下我会一一跟大家分享。所以接受大家的掌声，感谢我们的 BE International 引进这么棒的 BO 产品，一个热烈的掌声。然后呢，也要谢谢大。 接触大家掌声，感谢我们的三个 founders， 对不对？没有他们，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么棒的一系列产品，是不是？有没有家的感觉？有没有未来充满希望，越来越帅，越年轻，越美丽的那个憧憬？有的话，接触大家的掌声，感谢我们三个漂亮、永远都那么年轻的三个 founders， 好不好？ 所以开始使用这个产品之前，我想做一个测试。谁有使用 BO 的请举手一下。来，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使用超过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月的人请举手一下。OK， 来，我们再次给使用超过一个月的人一个热烈的掌声。我用最快的速度。 简单的讲解给大家发掘 BO 这个产品里面所有的特点，好不好？然后剩下的时间，如果还有，因为我只有30分钟，对不对？还是45分钟？30分钟，对不对？如果真的有时间，请允许我用8分钟时间做一个 demo 给没有洗过 BO 的人的半边脸来试试看，好不好？好。好，所以我们开始分享这个产品，我们看看一下。好嘞。 所有的肌肤问题根源都是因为缺水，认同吗？好，如果有接触过、有上过美容课的人，我都有经常讲过，脸上的肌肤的性质，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肌肤性质，只要你控制好三个元素，你肌肤就会很健康。那三个元素就是 H2O、 Sebum 跟 BH， 你控制好酸性，控制好水分，控制好你的油脂，基本上你就有一个健康肌肤，对不对啊？ 可是肌肤本身分泌啊，肌肤层本身从毛孔分泌的，除了油脂，还是有一种是什么？汗水。肌肤会分泌水分嘛？你谁的肌肤会喷水的？它只会流汗或者分泌油脂，对不对？所以当肌肤严重缺水，就是因为你喝少水。 长期在缺水的环境，或者是你伤害到肌肤缺水，它却发现这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皱纹细纹，所以什么会有暗疮、瑕疵呢？瑕疵呢？很多人觉得我是油性肌肤，不断的使用干性的产品将我脸上的油脂分泌洗除掉，对不对？是，有谁这样子觉得的？油性肌肤就要洗给那个油不见的举手。啊，你们没有的。 以前对不对？是不是？其实当你的脸上油脂分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最大的可能性是肌肤缺水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为当你缺水，你肌肤不能喷水，然后你又坐在 aircon room， 它又不能喷汗，它喷什么？它不断的分泌油脂。所以当你长期使用太多那个洗给肌肤干的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肌肤不断的很容易的去出油。 然后这套产品帮了许多油性肌肤的人，尤其是Richard Tan认识吗？他脸上油脂分泌是非常强的，他全套产品每一次都用到完，他说了这40多年卖皮肤油脂分泌的最正常的一年，真的，他使用这套产品，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然后也会长黑斑色斑，为什么呢？皮肤缺水的时候，Hyaluronic Acid 跟 Collagen 这种内分泌就会缺乏，然后呢，还有敏感发红，这个不用我讲哦。有没有试过看那些食物敏感的人？他最先的反应是什么？炎症。
当你炎症发生的时候，就是跟你的酪氨酸酶，跟你的那个不是跟你的那个 hyaluronic acid enzyme 有关系。所以当它发炎的时候，是不是痒、公司脱皮、rashes 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都跟缺水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哦。所以只是单单洗脸还可以吗？现在是会洗脸还可以吗？有些人讲不用紧啊，我脸油，我脸肮脏，我脸有瑕疵，我有洗就清洁了，对不对？未必哦，你只是简单的洗脸动作，它其实是不会让你看起来很好的，而且你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跟金钱保养。简单来讲，如果只是简单洗脸，却不能阻止皮肤老化的话呢，你会一样的保养，一样的花钱，一样的能力，不过你还是一样老去。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好，保养就是要你让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比你原有的状态更加好，对不对？我从你一点半到家，两点睡觉，四点半起床，一直到现在，你不会看到我的肌肤有啦，有在车上堵一下堵一下的。好，不过到现在你不会看到我肌肤有昨天迟睡的干燥程度，还是一样发亮的，对不对？对。啊，所以呢，保养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你的保养就有价值。来，我们再看看一下，只有我们防止皮肤屏障，其实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是一种保护层，对不对？是不是？其实真正的皮肤屏障，现在最新的科。你现在去看皮肤医生啊，他会给你一个新的名词，许许多多人现在最大的肌肤状况叫做皮肤屏障损坏，就是他 damage 了他的那个皮肤屏障。现在很多人都发生这件事情。有用过果酸吗？80年代最流行的果酸就是不断的伤害你的皮肤屏障，让它脱皮脱水再生长新的肌肤。皮肤屏障本身简单来讲，它有一个科学名字，就是皮脂膜，就是一层保护层。如果你要不知道这是什么的话，简单来讲，你是要健康的肌肤的话呢，这一个皮肤屏障本身它是带有弱酸性的，所以它的抗菌能力非常强。这个皮肤屏障的皮脂膜本身就是健康肌肤的守护神，所以你用的产品如果破坏你的皮肤屏障，你就是在破坏你健康肌肤的守护神。你还会拥有健康肌肤吗？不会。所以保护皮肤屏障是未来美容医学最大最大努力的方向。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我们的年代是不断的脱掉那个皮，对不对？剩下面的 baby skin， 现在已经不是了。所以先，因为它也是免疫系统的其中第一道防线了，所以保护皮肤屏障已经是未来美容医学一直在研究的东西。所以你必须保护这个屏障，避免受内在跟外在的攻击。外在攻击肯定使用产品啊、阳光啊，内在就是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自然老化的过程哦。然后并配合强效多功能性的护肤原料，这套 Bio 本身它最 star 的 product 叫 Gamma BGA， 对不对？它的 ingredients， 但它里面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多功能性的护肤原料。所以这套产品它最主要功能做这三种。滋润、修复、保护，滋润、修复、保护，这三个东西。所以我现在隆重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套来自韩国拥有超过18年历史的 Bio 这套的 skincare， 我给 Bio 一个热烈的掌声。我很喜欢这套产品，因为它只是名字本身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名字本身就在韩语里面代表着 star， 对不对？我一直在怀疑为什么才用 star 这个名称啊。原来许许多多人在保养许久的时间，黑斑有听过人家雷射了黑斑，黑斑再来吗？有听过人家治疗暗疮之后暗疮还来吗？治疗油性，油性还在吗？很多人寻求很多次的治疗之后，皮肤依然没有进展。当他们觉得绝望的边缘的时候， Bio 就是希望，因为它像黑暗中的明星，是 star， 有机会让肌肤变成零瑕疵。所以昨天有来我们槟城 BEW 的人，里面有一个年轻女生只使用 Bio 少过2个月时间，她是分享见证之后哭的。她从颈项以下的肌肤美到吓死人，妈妈原本就给她很美的基因，可是因为使用一次错误的产品，一次她的脸上花了许许多多的5位数，仍然是
福建话叫毛病，全脸没有一寸好肌肤。当他来听 Bio 见我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哎，就去听听看哦，反正不会有什么奇迹。他一直以为他肌肤都会是这个样子了，少一两粒已经很开心了。不过昨天我们的我们的那个 RCCA 治安哦，看到他的时候哦，基本上他的肌肤是已经没有暗疮了，只剩下疤印，少过两个月的时间。请问 Bio 是不是给他希望啊？我们再次给 Bio 一个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最大最大的功能就是用天然东西研发成医美学，他真正照顾的是 skin immunity， 完全照顾肌肤的免疫力。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婆婆九十多岁没有用 skin care， 皮肤还是这样漂亮，因为以前的生活习惯跟环境让他们的皮肤 immunity 非常强，懂得不要东西推，要的东西吸，所以他们皮肤很好。今天如果有一个产品可以让你回去像以前的人家 immunity 这么好的话，你真的有机会拥有零瑕疵 的肌肤的。所以要不要听？所以它最大的三个功能刚我们讲了，就是滋润、修复跟保护。我们一样样来看，但是我说大家都是医学证明，医学证明都是专家的那个论坛啊，所以我们一样样看这个产品。其中一个最大的科技最让我们震撼的就是它是你使用在脸上之后 immediately 教会你的皮肤的那细胞、哦、自然学会教育你的女儿自然学会 push and pull 的这个能力。 push and pull 的能力它怎样做到 push 的能力呢？它意思就是可以阻挡并排除两个、啊、第一个是阻挡、啊、就是那个prevent 对不对？第二是排出哈，你肌肤里面所有有害的产物，避免肌肤受伤的哈。因为它的这个 delta 的 gamma BG 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比较大的 delta 的200万个 delta， 15000个谷氨酸的残基，它很大力，所以当它又带有很多的 negative 负电荷，所以呢，当它覆盖在肌肤的时候呢，它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反push 掉那些过敏物啊、细菌啊、光老化、发炎的东西，它全部丢掉，那些东西根本没有机会侵害你的肌肤。可是肌肤内层会不会还是要有毒素产生呢？它同时间可以把产生在皮肤里面的那个毒素排除。所以这个已经有一个见证，就是当时我们的那个 RCA Richard 啊，他在使用一个中药产品刺了皮肤敏感之后，短短两天时间大量使用 Bio 之后，皮肤里面排毒不到的东西完全消失，两天没有敏感，不需要打针，只是用 Bio 啊，所以它会 push 掉的。而且它还可以覆盖在表皮上面保护，让那些不好的东西一来就 reflect 掉，够力吗？这个是大分子的能力哈。第一个高效保湿，第二个能力就是 pull 吸收，它可以有本事从身体内肌肤内吸收营养素，同时间你擦上的所有的保养品的营养素它都可以吸收，因为这时候它用 gamma BG 低分子量的东西，只是1000个 delta 跟8个谷氨酸的残基，所以它很容易的哈、哦、就携带这些好的东西直接进入到肌肤基层。然后我们有没有吃营养？有没有是燕窝？有没有是 protein？ 有没有是好的东西？它就会帮忙从肌肤，就是从你血液里面所有的营养素吸到去肌肤，让肌肤使用，里外都帮你吸收营养，给吗？啊，它有这一个功效哈。然后它的这个 negative 负电荷还可以防止钙等其他的那个营养素的流失，所以是非常给的一个科技哈。当然，它这科技很好，我们除了希望它有效之外，还需不需要它安全呐、啊？它是基本上完全不含以下所有这个成分的，不含香精，以免造成肌肤有那个 chemical effect 的敏感，不含人造色素，就不会让肌肤沉淀色素不均衡，不含羊毛籽油跟矿油，就以免肌肤不能呼吸，不含这个 SD 酒精，就以免肌肤长期因为酒精，第一就是皮肤的 immunity 下降，第二就是肌肤真的会敏感的缺水的。然后还有它也没有含这个 parabens， 是一般市场上最通用的一个美容防腐剂，也是最多 side effect 的美容防腐剂。
房子机哦，很多 counter brand 都有的啦。你走进 KLCC 前面看到的十个品牌都有 parabens 啊，所以它是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副作用的哈、哦。还有造成粉刺的成分，这个 comedogenic ingredients 哦，这个东西本身哈、哦、比较多藏在那些有粉底的东西，化妆品。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使用的某些产品擦上去皮肤没洗下来，你皮脂很多的粉刺粘住的，有没有？因为它里面都含有这一个成分，长期使用却导致痘痘肌肤、哦、也没有，因为我们 Go Green 所以不含动物副产品，是不是很安全？很紧啊。然后呢，好，它这三大元素就可以帮助了这三大的功效，滋润、修复跟保护。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啊，这个 Gamma BGA 本身呢，好，它的这个保湿的程度已经是比 hyaluronic acid 啊高出100倍效益的，100倍啊，打 HA 已经是很流行了哦，但是现在 Gamma BGA 是全美容界最新的发现。OK， 100倍保湿哈，还可以保持吸收物质，还有刚才那些外来的刺激物，后面它一样一样我讲到。第二，这个表皮生长因子，表皮生长因子是每一个人的肌肤内层本来就存在的东西，也是属于人体内分泌的其中一种。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强烈刺激细胞生长，所以你一定奇怪，为什么只用 cleanser， 我们的 cleanser 本身不需要去死皮。不需要去死皮哈、啊，我用过可以去死皮的水来擦，我的高真是没有黄黄的、哦，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这一个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这个 EGF 本身哈、哦、是自然刺激你的新生细胞出来，给它出事，死细胞死掉的，加速皮肤新陈代谢，所以它为什么死皮可以抛落的这样快啊？而且呢，这一个成分还有一个优点。这个成分本身可以自然而然的抑制你身体 recall 衰老细胞因子的发生，它会 stop anti aging， 它会 anti 那个 aging， 知道吗？肌肤会老化的，它会自然的跟着岁数老化，把这个 EGF 本身它会 stop 它，叫它不要 call 那个老化的基因，不要叫醒它，让它沉睡。但是你用 Beyond， 为什么它 anti aging 的 effect？然后呢，这个成分本身还有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受伤肌肤修复非常快。如果有用 night cream 的人，有一个发现，你晚上涂擦 night cream， 明天早上你睡醒，好像昨晚被美容师按摩做 treatment 的整个晚上，有没有？那皮肤火大，有吗？那毛睡醒是毛孔粗大的，有用这支 night cream 的人睡醒是毛孔都看不见的，有没有？因为它里面有这个 EGF 修复的功效，你睡八个小时，肌肤修复了八个小时 ，recovery。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神经酰胺的这个 ceramic， 这个 ceramic 本身呢，它基本上是存在我们人体皮肤的角质层的。这个东西它就好像细胞跟细胞之间的那个浆糊啊，连起来的那个浆糊，它其中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阻止 tyrosinase， 就是那个酪氨酸酶，酪氨酸酶哈、哦，它刺激那个会产生黑色素酪氨酸酶哦，它会让它沉睡的，所以为什么它有美白的功效？给吗？没有。All in one 的嘛，然后它适合任何的肤质，它有效保护任何一个敏感的肌肤，所以呢，这一套产品它全部其实都很完善，每一种肌肤可以用。如果到这里还不明白的话，简单来讲，它可以帮助七大克服肌肤的功效。第一，就是瞬间，注意啊，瞬间渗入肌肤，增加皮肤天然保湿因子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所以它是瞬间，你在涂擦瞬间，它就马上可以帮助你皮肤天然保湿因子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每一个人的肌肤都有的，不过你越来越大，这个 MF 越来越少，所以呢，它是存在于我们表皮的一种蛋白质。所以当你的 MMF 缺乏，你越大它越少的哈，你用错产品它少得更快。你吸烟喝酒喝咖啡越多 ，MMF 完全会不见的。OK， 当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 越来越少，你第一样东西一定看得到，尤其是迟睡的人，皮肤暗淡。
对不对？所以你叫毛利精神，啱冇？我寻日也是一点多才睡，四点多醒啊，我的皮肤没有暗淡，因为我的肌肤瞬间在使用产品之后马上提升我的 NMF。好，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抗敏感，非常强哦，它还可以阻止产生细纹。所以这个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 哈，它是瞬间就可以增加，所以对缺水、暗淡的肌肤、很多皱纹的肌肤、很敏感的肌肤，它可以瞬间看到 effect， especially redness， 红消红哦。所以这个 Gamma PGA 可以增加 NMF 的这个能力，连 Hyaluronic Acid 都做不到。Hyaluronic Acid 是给你水分，它不能让你肌肤自己提升这个皮肤天然的保湿因子。明白，它可以给你水，它不能帮你保湿，所以你不断的要喝水。你喝水，你不锁水，还是一样缺水。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是 Gamma PGA 是唯一一个可以增加皮肤那个天然保湿因子的，唯一啊，唯一目前最高的发现。所以目前全世界的科学美容科学家都在拿住 Gamma PGA 最新的那个一个研发，他一直在研发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属于新一代生物科技最大潜能的美容生品。但是今天它就在你们手里，而且你们是白领，再次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有钱都拿不到的哈，这样的。然后它还可以第二个功效，增加肌肤自体保湿及锁水的功能。OK， pimple skin， allergy skin， 发炎发红的原因在哪里？它发炎发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透明质酸哦，它开始降解，所以它失去了锁水功能的时候，就会启动这个透明质酸酶，它的这个 enzyme 哦，这个透明质酸酶就开始破坏身边的这些细胞，所以有些时候你并不是一粒，旁边也是跟住红了，有没有？它开始占位置吗？一直发炎，你再不顾它就整大了，整片了，有没有？所以敏感性肌肤人知道它可以从一点变成一堆，有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发生，可是你用比优，它可以瞬间迅速的控制这个透明质酸酶来启动，所去破坏我们其他的组织，所以你洗的时候就看到它的红印本来这样大块，一洗完变小块，因为它瞬间控制那个炎症 ，OK， 它可以帮助这个。第三，它的功能，它可以减少精皮水分的流失的作用。所以呢，为什么呢？它在四个星期里面哦，它共单独两个美容圣品，已经是美容圣品了哈。所以我不懂怎样称呼我们的产品哎，因为它比两个美容圣品更好。它哦，共单跟透明质酸圣品跟 collagen 圣品啊，它在四个星期比这两个圣品更快的抑制那个精皮水分流失的那个作用，给吗 ？Four weeks only 哈。所以为什么我讲它有 inject HA effect？它有打 HA effect 的这一个功能 ，OK。然后等一下，我们做个 demo 有时间，啪，因为这个 MPS 公司帮助，用三 D 可以用三帮的，我只做半边脸，我只做半边脸，我没有用任何仪器前，我只用手指它。然后第四个 effect， Gamma PGA 刚才我们讲它是有非常大的 negative 负电荷的，营养素是 positive。皮肤是不是很多层卡拉丁遮住，你要穿进肌肤很难，因为我们是 waterproof 的，对不对？你没有 waterproof， 你恰恰游泳你就脏水了嘛，对不对哈？那个水分怎样进入身体？它靠这个 negative 很庞大的 negative， 携带所有产品里面最 positive 的保养品，迅速植入到你的真皮那一层，你一滴都没有浪费啊！它可以速这样子来吸收，所以你很快看到效果哦。然后第五最喜欢的，就是它可以缩小毛孔，恢复皮肤光滑度和弹性，而且它像刚才那边有一个，我们还有第三个那个 ceramic， 对对，那个脂质哦，也可以填补，所以 Gamma PGA 可以迅速填补所有皮肤的任何一个间隙跟缩小毛孔。昨天有一个人来我们的 BEW， 他最担心是他的凹凸洞，他问我怎么长肉，他讲今天如果不去打 Botox， 我的凹凸洞是不可能被填补的。我就跟他讲，如果有办法让你填补一点点呢，他讲我马上买。所以他就是我昨天那个模特，他昨天当下就马上投资1754元的去做产品，因为我
动，我牺牲了给他放整包的那个 ampules， 我帮他填补了大部分的洞，还帮他消了红。我就跟他讲，我用了很多砖块耶，填补的很快，因为当你毛孔收缩在填补空隙的时候，你的皮肤看起来平滑的非常快，它好像平去吧。然后当他毛孔关注的时候，锁水的功能也变成加强了的，是很紧。五个功效啊，你用日常皮这样多功效了，再多，它还可以有抗菌、抗炎、保护敏感性肌肤、免受紫外线和外来物质伤害的这一个能力。因为它里面拥有这个积雪草的，这积雪草的这个萃取物，我也有人称它为老虎草啊。这个东西本身它最强是在伤口部位 antioxidant， 它最强是 antioxidant， 它最强最强的东西。但是你有伤口，有按过的 pimples， 有所有的那个黑头粉刺，你挤压，你瘙痒，你抓痒，你甚至那天我其实被叮啊，被叮，然后就抓，指甲有些时候比较薄，就很容易刮伤，对不对？我其实只用了 spot cream 一个晚上，我隔天那个伤口是没有看到的。不过我是用这么多啊。哇，梦上去就睡觉了。OK， 因为那个 spot cream 我没有什么机会用到，所以会抗氧化剂。OK， 它还可以增加伤口愈合的速度，同时间增强受伤区域皮肤的血液供应，重要吗？受伤的部位，你的 capillaries 其实是送不到营养给你。它最矛盾的地方是它需要复原，可是它没有营养素。可是它却可以增加那个受伤部位的血液的那一个供应 ，OK？ 然后它可以舒缓 soothing effect， 一级棒，很高。它这个 soothing effect 可以保护你免受紫外线跟外部的刺激，包括你等一下去朋友的家，他刚好搬新家，你怕那些灰尘跟那个东西，你就涂了，好，你就涂擦，尤其是我们的那个 ampules。然后还有 accidentally finds 发现到我们的这一套美容产品比哦，居然有美白及改善暗沉肌肤的这个功效。这个站怎么看呢？很多人都没有问哈，来大概给大家知道一下。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gamma BGA， 我讲过它有两种分子，一个是小分子，一个是大分子，所以 high 就是大分子， low 就是小分子， OK 吗？这两个分子都有达到美白的功效。 compared to collagen acid 跟 vitamin C 的话， collagen acid 是什么懂吗？ collagen acid 就是日本米酒在发酵过程中的副产品，它是它的 byproducts， 三个是叫 byproducts， 它的副产品啊，有一个 S 度里面有这个成分的，叫 P 什么拉的， OK OK， Pitera OK。collagen acid 就是比黛拉的一种，其实它美白功效真的很强的，不过它很容易造成肌肤的不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用，它有刺刺的感觉。 collagen acid 有 102% 的美白程度， vitamin C 大家都知道身体能够自行 produce vitamin C 吗？不能，所以你必须增加加入的，所以有些人也会有一些良性反应的，所以这两种美白 effect 已经很高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刻意制造美白 effect， 不过我们不小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美白 effect。广泛的这些成分，再次给 Mio 一个热烈的掌声。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Mio 这产品只在表皮发生功效，它会在角质层，就是我们最外一层，表皮层跟真皮层同时发挥所有的功效。它最大的能力是提醒你的皮肤免疫 push and pull， 要的都拿，不要的都丢。如果你的身体要的都拿，不要的丢，我保证你身材美美的，对吧？身体健康，肌肤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它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它是健康肌肤首选的美容产品哦。然后这套产品本身它有降大的这功能，我们同时间做了 clinical proven 的，你在使用的时候它有效改善肌肤水分高达 79%， 舒缓红肿肌肤高达 63%， 你看很红，现在一半以上的红减退。然后它可以有效减少肌肤角质化，角质化就是那个保护的屏障，一直那个皮就是脱皮啊，当它脱皮的时候，细菌就跑得下进去，水分就流出来，营养素就流出来，它可以减低274%，而且瘙痒程度会降低61%，这两个 effect 再洗一次就有感觉。OK， 有些人放我们的面膜的时候会有刺刺的感觉，对不对？噔噔噔噔噔噔噔，恭喜你，你是严重性缺水，
你的肌肤是饥渴到你吃过。